BBQ， 要给一天两天。晚上好 ，everyone， 我在等光头哥来。晚上好啊，先帮我做分享先。进去先啊，想叫我啊？给你们看，又来这里了。Hello， 我在直播，我在直播。哇，等光头哥来了 ，Kenny 多，还没有到啊，他讲要到家浪古晋啊，我还等他来。姐姐今晚跑去别边了，莫大 ，on the way 啊！你们先分享先，分享到来啊，刚刚好到了。没有啦，没有吃什么好料，一样来回那边吃烧鱼了咯。姐姐没有，姐姐去见人今晚，她去见了朋友，所以她没有来。姐姐今晚。没有吃鸡啦，吃鱼啦。我在你隔壁坐，我不会再给你骗了的啦，你那个不会再给你骗了。对啊，夫妇又是在金马，靠近我们家吗？不用去这样远啦，因为我们家在后面不了。吃了就可以回去了。累哦，我今天的脸惨惨这样。娇娇没有来今天，娇娇今晚她去见谁了啊？她见阿布拉的，所以她没有来。晚上好啊，各位，找老板机密啊。老板今天没有来啊。老板今天没有来，这个角度看起来很 man 哦，累啊，样子惨了啊。现在每天早上六点起来载小孩子去 ，OK， 载小孩子去啊，然后啊就去上班了。然后晚上每次差不多十二点睡觉，每天睡六个小时了。不要乱乱讲话，刚刚看妞妞在看呢，去见小三。不要乱乱讲话哦，等一下弄到他们两公婆吵架哦，刚刚看。没有出 super link 啊，没有啦，以后 keep 着这个角度 ，keep 什么啦？等一下光头哥来哦，我就要放这样的角度了。不是八角楼，八角楼在后面。我们在这个是金什么呀？金什么？金马。下次我们一起去金马喝酒啊！喝酒你找 JJ 比较干，你找我不干，你找我不干吗 ？OK， 习惯宵夜吗？这讲啊，说好的三元老 FM 啊，你问他们。我是每次会准时的啊 ，JJ 啊，他每次忘记掉246了。然后光头哥其实今天也是忘记掉了，我打电话跟他讲啊，他才回来的。哎，等一下，你们敢错哈、啊？晚上好，林大壮。阿佑哥今天忙整天工作啊，每天都在忙工作啊。戴上口罩啊，会中啊，喝水啊。八月一号啦，警察今天不是宣布了咩？他根本没有收到什么 SOP， 哦，没有收到什么 SOP， 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我们喝可可粉也可以啊，随便哦，泡一壶茶也是可以的吗？晚上好啊，今天眼睛很 man 啊，会不会？我觉得很红哎。OK， 还没有啦 ，Anus。今天我们的警察总长自己讲了的，还没有收到任何的 SOP， 所以叫我们不要去相信网上那些什么的资料。OK， 如果我口罩拿上来了，口罩这样挂着啊，然后我跟你们讲话了。我应该五分钟我就关播了 ，OK， 小心被罚我1000哦。
妞妞不是小气的人，这样你就错了。琼琼干，你觉得我熟悉妞妞哎，还是你熟悉妞妞？我会跟你这样讲啊，有原因的。OK， 好，光头哥 on the way 来这啊。OK， 没有办法，戴着口罩很难讲话。我跟你讲，戴着口罩没有办法做直播。OK， 没有办法做直播了。要拉下屏幕先，500人了，谢谢你们的分享啊！我也是在等这个光头哥来。8月1号戴着口罩喝水，太多版本了啦！我跟你讲，太多版本了。还有个可可粉是怎么样的口味的？可可粉就是可可的口味。OK， 你一个就上600了，可以，我们等他来。今天有那个阿吉哥啊。阿吉哥怎样了？阿吉哥，你在口罩中间剪一个洞就不用了。我回答到很累啊，你知道吗？你们，我回答到很累啊。这里啊，每个看我直播的、啊，每次看我晚上吹水 FM 的时候啊，单单回答这个口罩啊，回答到很累啊，几乎每一天都在回答。我可以不可以不回答 ？OK， 可以不可以不回答？你们讲是不是？又来了咯，你看，又来了。每个人都不满意了。哦，终于来了，有饭吗？有，我要小饭啊。OK。啊，今晚我们聊我们的阿吉。你们懂谁是阿吉吗？晚上好啊。那只鸡你怎样看？我就是要问你们呐、啊，就是要问你们呐、啊。其实我都不懂他的消息的，我是突然间在 Facebook 啊，刚才扫一下我就看到。啊，然后啊，光头哥叫我讲今晚问你们。来。也难怪妞妞身边有这么嘴甜的。Good morning， 看到这个要坐牢了，你很伤心啊，讲话都没有力量啊。这不是没有力，是真的是没有力。因为哦，又在给人家问口罩的东西啊。好、哦、啊，都有问题啦。有问题啦。给你。我吃东西了，可以，请问，可以开口罩吗？请问我可以打开口罩吗？给你体验一下王雷的感觉啊！晚上好，分享了，谢谢你。哦，从早买到晚，工资一定过万，不知道。OK。头发有点白兮兮的胡沙今天特别啊，头发是真的白头发了。米露甜哦，可可没有味道的，对。他判12年加罚款，还要上诉哦，就是讲如果没有上诉的话，是被定刑12年啦、啊。哇，这样够力的、啊。你记 12 years and 5 罚款2亿，他要上诉啊，他要还了2亿才给上诉啊，还是其实他可以上了诉过后啊，才来看。决定他到底是有罪还是没有罪？对，好友你又不开动，开了你又知道。看看看，你先示范一次给我看，你开动了，你 post 在你 Facebook， 然后你给我看 ，OK？ 开动啊！好，你开一个洞，没有他讲口罩开一个洞，都能开一个洞啊 ？OK， 有戴的你没有戴啊？鸡哥没问题的，他会平安无事啊，有一年时间好上诉哦，就是讲啊，如果他真正啊，他一年时间就是讲没有的，马上做了。还可以上诉，我不知道等级久才看到录音。但是他是没有罪的。小班到12点 SOP 是，你放心，我们12点之前一定关播了。OK， 好，又更简单的关于口罩一粒 skip 哦，你们也解释这样。来，我要生意来，是东阳说东，来看。Hey sir， 大哥 ，take a good leg， you look tired， thank you。OK。是哦，今天1000人在那边打气啊，不用戴口罩啊，不用中1000块、啊，也是很奇怪啊，很多种标准啊。是喽，你们那些一直讲口罩的，今天那1000人你们又不去讲 ，OK？ 光头哥这样穿很 smart，we store 了。其实我一路来很 smart， 我就是把自己穿到比较平凡一点点，普通一点点。喂，好友，你做是这样子来吃饭啊？啊？哇！不怕鬼哦，东京超站起来转一个圈看一下 ，OK， 来，我是三号 ，OK， 啊，你们如果要吊滑的话呢，可以接近我的裤口，看到吗？
哎，三码。OK， 我的顶稳翘了。OK， 三号，三号。他说三号加绿。换电话了是吗？这个手机看起来很好看啊。本来都是好看的。好友哥，刚刚你说的可可粉是没有味道，你喝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啊，证明哦，我开了这样多场直播，你没有看到我卖可可粉啊？可可粉是纯的可可粉来的，纯的可可粉它是可可的味道。其实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啊，就是每个人以为可可是甜的，其实可可不是甜的。你们喝那种甜的可可粉，那样么叫巧克力饮料。巧克力饮料其实你们喝的啊，是喝它的糖分，不是喝可可。真正的可可啊，它是带点干的。OK， 五号要不要站起来转一下？不要。我自我的自我的翻身好。Gray 用讲 Gray 用记，他不会进去的。今天的一切跟着剧本走而已哦。没办法、啊、真的我们真的对马来西亚太没有信心了，跟着基本走的啊，很讲啊，有剧本的 啊，有导演的啊，这样子说。 Hello Eric， 光头头发什么时候要剃啊？差不多了啦哈。明年啦，因为后天要签约啊，明年要剃光光，吉拉的。哎，其实我有头发比较好看啊，还是没头发比较好看？我怀念我有头发那种啊，帅帅的样子，感觉再也回不去了。光头强，老同学，你的同学嘞 ？Alex， 有啊，我刚才跟他打招呼了。吃多一点好料，庆祝一下。没有什么庆祝的啦，所以我就说了，还要 fight 嘛，他跟安华一样嘛，安华也是去到这个最后一关了嘛。我只是奇怪的是，他讲要罚2亿嘛，好、哦，他是要先还2亿啊？有谁知道他是要先还2亿啊，还是他给 fight 了先才来讲？当然不用还2亿了嘛，他要上诉啊，还2亿来是吧？哦，这样子啦，啊，是这样吗？恐爆了先嘛，不是这样的吗？要 rolling 了嘛 ，company 嘛？有啦。我讲一下，两位帅哥用餐愉快啊！看一下有头发的时候啊，你这样开给看，有头发好像倒鸡也是啊。有头发好像倒鸡啊。小孩子。哎呦，这顶不住了你。刚才有人讲了嘛？那天啊 ，JJ 啊，又叫人家投票啊 ，FM 一定要有三剑客啊。结果今天才一轮嘛了没过啊。哦，没有啊，有东西做啊，走去看东西。OK， 阿威哥，下次我试试喝可可粉哦，因为我没有喝过，可以啊，很好啊，那可可粉。嗯，杰西哥，你要买杰西哥，喝了比较精神啊，那个胃也比较舒服。金发少，我来看你们的。哎，这样，感觉第二波要来了哦。心情不懂要怎么样来表达，很有点无奈哦，不懂大家有这种情况。东马的朋友要小心哦，沙拉瓦今天沙拉瓦25单，哪里都一样啊现在。好、哦，我不懂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有些工签又还没有恢复100%，有些公司给70%，有些公司给50%，然后呢，6个月的那个年工假又要到了。开始接近了，那种心情很 back check 啊！现在又要来第二波，笑料了，哇机料！我不懂你们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10个光头只会付光头好啊！我就是因为被这句话洗脑了，所以我要跟他剃到光光啊！看他会不会付，不会不会是其中一个、啊、喂，没有付的那一个。你们的可可粉是真的，是啊，180PO 的 ，Rolling 是 Company， 甚至油灯，你吃饭好像吞这样，没有咬的有啦，只是我动作没有这样大罢了啦，有在咬的，那说东来的没有咬，要怎样吞下去哦？我只是动作小罢了，如果我动作大，你看到啊？要这样，
有油啊，我够包的肯定到，可以啊。像我有吃宵夜了，对不对？吃好宵夜回家喝一杯可可粉哦。泡谷粮啊，也是可以放一点可可粉。你会做蛋糕，又可以放可可粉，好料。什么叫光头哥？当然是光头比较好看呐、啊。我就是在想，会不会我剃不要剃光头，但是我名叫光头哥，这样每天人就会有人问，怎么你有头发，你叫光头哥？可以把它讲了。你们在外面浪，在我们家哦，下面跑，在家外面啦、啊。刚刚买物买车 ，MCO 再来录没有？什么意思？你是讲你刚刚买车是吧、啊？买家买车是吧？啊，轮没有哈。哦。他讲刚刚买车买家的人啊，现在轮了。啊，是。这个是真的，如果第二波到马来西亚是顶不到，但是我的觉得它不会封完的、啊，它最多就像上一次我们去斯拉扬这样子啊，去讲呢，我们有去坐那边做慈善啊。他最多是说他一个地方他封住，然后其他地方他照做工，照做生意。哎，我们现在这样的声音你们听到吗 ？OK 吗 ？OK 了啊、哦。如果他再封住的话，就假辣了咯。最多他可能就是说餐馆的时间，可能你那一区爆发，那一区可能限制你的时间，不要给你开酱液，这样子罢了。没办法，再后啊，再后再去就我都不会了啦。还拜喜庙，你们没有吃宵夜啊？没有了，偶尔罢了啦，偶尔罢了。我知道了，刚刚我在这里直播，妈妈带朋友进来，然后啊就谢谢我，然后我说怎样报答我，他说一声下去，我说泡泡，然后助理说，请我喝哥哥的杯，我真的被自己吓到，请我喝好友哥的哥哥杯。有来面交可以来试喝啊，有来面交的朋友你们可以来试喝，试喝我们的可可粉跟五谷粮，光头比较 man 啊 ，OK 小心为上可以没有问题啦，我们很小心啊，因为我们怕死啊，对啊，我们怕死啊，我们现在啊，公司有特地布定一个 SOP 啊，那个 SOP 是什么你懂吗 ？SOP。就是一定要戴口罩，公司一定要戴口罩啊！如果你没戴口罩会怎样？医师、我师、大家师，实施前还要送1000块的上班。我们这里吉打突然跳出6个，是那里跳出来的。我来个 K 不怕 MCO 怕啊，怕，那里也不怕。啊，不健康啊，这样的方式，不健康。很简单的，第一轮封，大家开始习惯网上买东西，新的商业模式。第二轮封，哥哥啊，裤带已经紧了。六个月不用公务纸，你还可以松一下啦。啊，现在要公务纸，如果第二轮一来，工钱又没有，那工，那狗木哦。怕你没有木了咯，所以我就在想啊，听听看一下你们有什么意见一下。Submitter please， 啊，这个我要叫老板哦改桌子，好像韩国这样，好像日本这样，哦要放阿克力啊围住，不用讲话，不用更改，顶住。啊。有啊，今天我下午有去一个咖啡啦，还是一个位置有放亚克力这样顶着的。MCO 来，总是要给运输丢烂。不会了，我们解决掉了一大半了。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了。然后明天我们有去 JB 也是有King买那边的车队了的，到时 JB 的朋友哦爽哦。然后在 JB 那边我们再谈一个面交地点，哦爽了你们。啊 ，JB。准备第二站了啊！再丢烂下去啊，我那个记得梗啊，伤到了啊，到时就要看医生了。October 猫把牙乱撸吗？可以的，是啊，五月啊，
十月就要还了是吧？你讲政府会不会 postpone 再给你们延期多六个月？如果会的话会好吗？政府要银行都不要咯。啊？政府要银行都不给哦。但是如果啊很够力的话，可能年年来的话，政府也是没办法的。他不是收不回吗？他是迟收回那个钱吗？但是这一轮啊，少收七十五亿。印度回来定居这里的感染了，哇！就讲印度回来，然后他没有隔离十四天咩 ？Emily， 他没有隔离十四天啊？瓜多哥，你还没有开战吗？他都没有叫，在家里种草，到时可以吃，不会饿死。可以准备卖产业了，趁机收购低价产业。看医生没有用了，问神要怎样做快一点。刚刚看到说财长说不会 extend 了。啊，肯定是不会 extend 了的。这个我们应该，我觉得是不会啦，因为我们有跟很多朋友有商量到这一块东西啦，他们都说不会了的啦。它最多就是像好像斯莱阳这样子 ，OK， 那边红区是吗 ？OK， 那边给我封起来，所谓的封村啊，封村这样来封咯，啊，这边有发生了，这边封咯，所以有一点讲究运气咯。你如果说是住在那一区的，然后你有很多东西要做了，然后因为这个地方你这个事情发生，然后你那一区封，好像你就衰销了，所以这个时候要买车买物的就要拿 hand black 一下咯，要看一下。不敢乱买啊！是啊，不敢乱买啊！买股票就好了啊，股票都不能买啊！现在第二轮就不要买了啊！不能买，第一轮 miss 掉了哦，尤其是那个最近很红的手套股啊，第一轮 miss 掉了的，第二轮不要硬硬去啊！嗯，价位不对啊，价位不对啊！哎 ，WK Oil， 你又忘记马来西亚最厉害的就是油泵嘛！伊兰克啊，关头高，有个晚上好久不见你们的，晚上好，伊兰克，晚上好啊。好友哥不能掉，这个你这样拿下来，然后直接给他放这边。我不会了，你们可以教我一下嘛，什么方法才是对的？可以不可以教我一下 ？OK， 手戴手环来出来电话，我住在家，结果哦，就是那个啊。OK， 丽萍嗨。帅哥男生晚上好啊，阿佑哥刚刚你们助理妞妞有发哇塞给我看，有发有价钱哦 ，OK 可以，this COVID-19 Singapore a lot of companies closed and a lot of people lost their jobs. This will last until next year or longer. I tell you lah, this is not just Singapore problem or Malaysia problem or Thailand problem. This is whole the world problem. So this economy issue if you want to go back to like before I think need two more years. Okay, 就是要针对口罩就对了。是的，我不会了啦。对，关头哥打扰下，想问一下关于除湿机我调温度51整晚，是早上为什么依然是停留在63？是什么原理呢？但是早上温度就会从33度降至28度哦。OK， 这个除湿机它是这样的，你设在50度，然后呢，那个63度它是给你知道你的室内现在的温度探测到是63，然后呢，它就会一直吸咯，你还会操作咯，它不可以瞬间给你吸掉了，它会跟着逻辑的方式帮你吸掉那些水分在它那个杯里面，明白吗？哦，你水满了你就倒掉它就 OK 了的。然后温度它就会探得很准，就是马上了，因为那个没有等了。你现在是36度，它就给你36度咯；你现在是28度，就给你28度咯，明白吗？我在台湾了，这里零确诊。台湾在这个防疫方面做到非常的好了，真的是做到非常的好啊！口罩放进口袋可以了。我那天就是这样做了，小芬。然后那个人跟我讲：“你傻了，口罩这样多细菌，你跟它放进你口袋里面 ，OK， 吃傻了。等一下你拿出来那个口，那个细菌就出来。”我亲戚好像刚刚订2辆新车啊，叫你亲戚可能和谁不一样家、啊，可能在做 online 的东西哦。啊，和谁咯？这样你是要表达你的和谁了啦？没有。啊，你讲在做 online 的东西吗？你就讲买你自己好吧，你自己也是做 online 的东西吗？OK， 好、Emily Lim， 有存到钱的就 OK 啦。其实有存到钱的，就是讲啊，要存钱是真的。真的，从我们从小到大，爸爸妈妈在我们出来做工厂讲，累贪污哦，就爱修起来，卖无修，哦，无修就想换咯。OK， 遇到紧急事情的时候啊，没有那种 spare 的钱啊，可以拿出来。
吃啊。OK， 瓜头哥吃饱了喽。直接讲，第二波到马来西亚是顶不到的。OK， 瓜头哥，你没有戴口罩会罚款1000块嘞。我有吃东西。啊。光头哥暴露自己，光头哥又无意间出卖自己了，是啊，他出卖不了啊，不是我啊，他要表示他也很活塞了。哎，所以啊，今天穿到啊那个衣服啊，我坐在旁边我都觉得尴尬，撑不上他。咋啦？哎，怎么啦？那个1000块的啊，奇怪，我跟你讲，人家讲是，然后今天我们的警察总长又讲我没有收到 order 啊，没有人跟我讲啊，但是某些地方的警察又有去开沙曼啊，不知道是真消息假消息啦，好，所以哦，要等啊，马来西亚啦，要小心啦，很饿啊，很饿很饿啊，好、哦、，MCO 警察又很勤劳做工呢。OK， 来，我要去炸香蕉了，打工太辛苦了，炸香蕉快一点。对对对，很多亿哦。OK， 哈喽先生安，我那也是太多太多人做，正常的啦， okay. 正常的。哎呀，有一概谁一概名啊？有人好，有人不好，正常的啦。正常的啦。啊、要有命水哦。因为又有很多、啊、又有很多老师跑出来嘞、啊，很多老师跑出来跟我们讲，商业模式要换了，要出来了哦，要网红带货了 ，OK， 喊巴拉都要出来了 ，OK。在那按网上好 ，OK。景超，你讲到这样哦，你是不是你也是在做 online？ 你是在做 online 赌博哈？你系唔系嘅？俾你收晒咗咯。华人中的多。三万啊，是啊。这个我也不懂了，我们只是听一方面，我们没办法去做定，做一个定夺啦。嗯。没办法做定夺这种，因为其实就是那些消息啦，只要不是官方出来的啦，个人 share 出来的啊，还是什么 share 出来，它只要不是官方的 media 的啦，我都不会去信的。但是我知道有一些漏洞是真的，大家要做好了。有一个东西我知道的就是，如果你用Sejahtera 的 apps 啊，就是我们去到 cafe 啊，你们用来 scan QR code 的、啊、，scan 了啊，你最好 screenshot 起来。哦，500多位朋友啊，应该有些人知道，但是我还是要讲，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去注意。OK， 你 screenshot 起来了，万一他进来 check， 他会直接跟你讲，我那里懂有登录哦，因为我们这个 Sejahtera 的那个 apps 啊、哦，很多功的，他 check 不到的。然后他当下警察来，那个人他是 check 不到的，所以呢，啊，你有 screenshot 了，那我有 check in 了的啊，我有 check in 了的，这样呢，他就没有地方进咯。那不呢，假了了，几千，啊，总之尽量做到自己没有误啦，没有做完他 SOP 啦，不然真的用写的最好了。啊，用写的最好。不用翻。但是有些人又不要摸到那些笔哦，又不要摸那个壁纸啊，怕他的人摸到、啊。OK， 这边都有人中了罚款，是真的有人。但是我们的警察总长今天讲，他从来没有开到罚单。对哦，所以我就说咯、啊，因为他们下面做工有下面的方式嘛，上面做工有上面的方式嘛，这个就是有一些东西会混乱的啦。因为警察部门也是一个 company 的一个所谓的有中层下层嘛，有 dealer 嘛，有 supervisor 嘛。是咯是咯，我也是昨天发现这个问题，真的够力 scan 了再写就要钱。对，现在生意难做，难做，工作也难。你要讲工作也难找是吗？就新的给老婆。这东西预算2年啊，2年才能全面啊，让这个生意啊复苏回来，那个经济啊。是。去做一个盖章，有电话号码。哎，也对哦，直接做一个盖章给他做下去就好了哦。哎。欸、你厉害耶！啊，阿富，你厉害耶！你可以哦，现在哦，做这个电脑师的，5分钟就可以做好你的那个填名字啊，哦，做这个哦，好、哦，私人用啊，私人用了，直接做下去就好了，做半天就可以了。啊，温度也要自己写咯 ，OK， 不然你温度也给它做下去了，每天36.5度就对了啦。OK， 这个 app 很笨啊，有进 update 没出，怎样来进步啊？
可是我发现到全部都有审判。哦，甘珠峰对吗？你应该知道哈，哦。那有些人是真的知道了。在不给引带的素食馆罚款。是，蛮可怜的，蛮不公平的。就是说 ，App 是他教我们用的，但是又没有跟我们讲那个流程啊，中间那一个啊，他漏掉了。他应该要讲的，你们要 screenshot 起来，方便呢警察来检查的时候啊，你们有一个东西可以给他 show。啊，不讲。啊，全部都是跟了了才知道，很头烧，很冤枉啊！自己带笔啦，这样书要不要自己带？有些人又不要碰那本书哎。哎，哇哇，书啥比啥更难呀！政府也开始骂这了啊，也要看在直播怎样可以抽到水油啊！前几天不是刚刚做了一个比较傻的事情咩？讲那个你要拍视频啊，哦要去申请 license 啊 ，OK， 好，申请这 license 了才可以上啊，才可以 upload。抖音，不管是抖音啦、YouTube 啦、Facebook 啊，都是这样，然后明隔天不了。世界有灯了，没有啦，我没有讲过不需要了。OK， 出去吃东西最好带上拉扯队，好像小学老师给你功课，一个赞那种乖宝宝那种。OK，Yes 啊，你自己带笔啊。OK， 漏掉才有机会罚款啊。啊，所以输是最好的啦，输是最好的。所以最好做完哦，他摆明就是要给你们。有些懂，有些不懂嘛，是这样的啦。口罩戴在下巴，病毒都吃下去，所以没有戴下巴了咯。We not stick to mask 啊。啊，我不大明白这个意思。现在啊，口罩啊，全部用男生来比喻哦，全部就是用男生来比喻就对了啊。啊，这样戴啊，就好像你穿内裤这样啊，这样戴啊，就是好像穿内裤这样。哎，要不然政府哪有钱收也是啦，半年啊没有什么经济收入啊，还要扎一点回来。OK， 这里用好友哥，你有想我吗？没有哦，这里用。OK， 好友哥，你的口罩又放哪里哦？拿在手上。但是我觉得现在你去那种咖啡啊，有的喝酒的、啊、爆满啊，很危险。因为什么？我看啊，不中啊，有一间啊，一进去300多张，哎，你一进去没得跑了。做到满满 ，OK， 全部都没有一层，你有一个不是一层，没有一米的啊，一个一层一个米的，全部中到完，下巴也会生肮脏，嗯，哦，你是讲口罩戴在下巴是吧？驾车要戴口罩 啊 ，OK， 我不懂哦，这个东西我不敢乱回答哦，我马来西亚的 SOP 啊很够力的，你想不到啊，今天会讲这个，然后明天又跟你用灯讲不要了，哎，整个面子书都在卖口罩了，还不卖啊？罗丽萍还不卖啊，当初要赚灾难钱的竟有一大堆叼着了，好，现在口罩又起回价了，有没有看到那个价钱又起回去了，有些只是特地来做的，亏本都卖了，现在是口罩还有卖吗？还有吗？我们的口罩应该没有了哦，应该没有，要问后台一下，要问后台啊，看出后你要去问后台，台湾满街口罩卖很便宜是多少钱哦？转来马币是不中吗？还是苏邦那边？我知道新闻有拜这个。连个崩都有啊。OK， 他是指啊，你刚才那个咖啡啊，是苏邦还是不中？哎，不是不中，是苏邦 ，sorry。哈哈哈。OK， 口罩是公的还是母的？男生穿的就是公的咯，女生穿的就是母的咯，这样简单都不会啊，夫妇。OK， 先让他买口罩盒来用。什么讲？买口罩盒来用？买一盒口罩来用啊！口罩我们有 ，OK， yes must wear 啊，驾车都要戴啊，驾车哦，在车里面都要戴口罩啊，两个人要戴，好像50片，啊，15块钱，你是指台湾那边50片55块钱啊 ？OK 啊，因为防疫做到很好，他那个口罩价格又控制到很好。因为口罩价格又控制到很好，它不像我们这边这样，我们这边最高峰飙到一盒百二百三去哦，最高峰的时候，一盒百二百三，然后慢慢跌100，100了过后不久就跌80，80不久跌75 ，OK， 便宜哦，微信，现在有了啊，哦，对，50片15块便宜，现在他们做的是10片10块一样啊，都有啦，很多种啦，太多了，因为太多不标准了。打过来马来西亚了，这样下去睡觉要你带着了，兄弟。昨天发现 S 平台，我上星期买 M18 一盒的，存货几万盒，存货几万盒，才短短2天就不给买。
看准了啦，看准了啊，没办法啦，我们亏很多啊。对，看准你们第二波。本钱很多，那是4多块了，真的、啊，这个是真的、啊，4多50。是，好像是一辆车，你一人 ，OK， 不用带，两个以上。啊，这样就逻辑啦，这样就逻辑啦，因为之前都讲给一个人出七八了嘛。就是因为太高清嘛，在车，对，他这样子是对的，他买说麻痹15很多部了，都是三层的。Buy reusable mask save money， 哦，就洗啊那种啊。口罩盒是出门吃东西时把口罩脱下来放进盒子，现在很多人都在卖商机哦，厉害哦。而且在车里面有两个人就要带，没有带来先给钱，原来。现在马来西亚口罩不贵啊，看到很多人卖才一盒20块钱，20块钱没有了咯，今天开始已经看不到20块钱了，已经看不到了。罗丽萍，好像股票降了，好像股票降了啊 ，OK， 好像股票降了啊 ，rehearsal 10 bits 5.4块啊，要买啊，趁这几天啊，有看到便宜的赶紧跟他买啊，很难讲啊，我跟你讲，8月1号啊，可能就飙了啊。不是，可能是一定，因为他已经 set 下去啊，强制性戴啊。好友哥有进货环保口罩吗？没有啦，没有卖口罩啦，都不卖口罩这种钱。不吃这个饭。不吃这个饭啦。OK， 晚上好啊，翁有胜。OK， 连想都没有想过啊，要卖口罩，想都没有想过、啊，那种环保口罩不用啦，不用去做的啦，这样多人在那边做。OK， 你们口罩你们找我们买，电器啊、家庭用品你找我们。OK。晚上好啊，温伟森。哎，想一下，我拿东西一下。我好友哥去拿东西哦，应该是拿他的手机啊，拿手机，突然间丢给我，我不要这样快回来啦，我要在台湾住4个月。罗丽萍，不要回来先啦，现在不要坐飞机啦，坐飞机你都是在里面的，在里面罢了啊，你都没有。没有那个空气流通啊，我都怕、哦、我说真的了，我怕哦，怕死哦啊，啊，打鼓噜。现在大把商家不卖了，把货存着等涨价。WK Oil 也不是这样说啦，也不是这样说啦，因为算不到这种钱是，啊，老天爷能够给你赚到你就赚到了，辛苦钱来的啦，这个，辛苦钱来的啦。等下他拿消毒器下来。消毒喷雾啊，消毒喷雾是吧？不知道他去拿什么，看一下 comment 先啊。有的吃东西的地方就很贴心，会准备 plastic 给顾客给。哎，是，如果是这样就很好。如果你问我，我会觉得到如果做吃的啦，你要给顾客有种安心啦。我个人会建议哦，好像中国这样，他就会拿一个烧水给你蒸他的筷子，蒸他的汤匙。因为这个东西在马来西亚我感觉很不流行，也没有人去 care 这个问题。因为可能他桌子摆出来的时候啊，他没有一个 black point 啊，所以变成说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提供烧水给你。因为如果你问我啦，我觉得就好像我们去吃 bak kut teh 这样子，他通常都会给你们啊、泡茶喝，泡茶他旁边就会有一个滚水吧，啊，那一个我觉得会很好。我会去到安心一点哦，因为你要明白嘛，公筷啊，现在是用公筷公碗啊。如果有的蒸一下哦，真的心里面踏实一点，就感觉啊卫生一点点啊。至少我在吃之前的那一下，我是蒸烧烧的水上来先啊，因为至少我们知道烧水可以杀菌嘛，对不对？跟它杀掉了先，我们才来吃啊。来，晚上好，请问还有花洒吗？有啊 ，HTY Horn， 有。有啊、哦，你可以直接去下单啊、哦。如果你是老顾客了，你就直接汇款进钱就可以了的。然后你给他名字、地址、电话号码，他们收到，他们就会出单，出了单过后就会发一个单号给你，就是这么简单啊。来，发咖啡是不会这样的。你是说什么？咖啡不会这样？是说你是说咖啡的汤匙也是没有了蒸热水，对吗？其实基本上都没有了，不要讲咖啡了。我是觉得谁做到就能够给到顾客一种窝心啊，至少事情过了啦。我觉得到哦，是我会记得他了，我会记得这间店，哎，很贴心。好不好吃我们先讲第二个了。哎，这个人做东西很有良心啊，哎，他会去想，先站在顾客去想，现在要吃东西的人是什么心态？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可以去做了，因为我也是有想过的，
我就是想过有一个产品，我其实来了蛮多次的，我们研究很久了的，我不懂了，要问你们一下，就是那个消毒碗机啊，消毒碗机，哦，我们来了，但是我觉得香港就很火爆，还会自动洗碗啊，但是我觉得马来西亚哦，有一点好像跟他好像没有关系这样啊，所以我就不懂大家怎么看。如果说你们觉得到 OK， 你可以给我知道一下，因为我们尽量找的东西都是必须的，哦，签用的，哦，啊，很实际的 ，OK， 我们才跟他安排进来。JB 的古文茶现在就是把有筷子、汤匙正在热水里面给顾客，对，这个是真的，谁能安？这个真的做到啊？真的很爽，真的很爽，好像我们去吃一个鸡肉饭都好了，他可以做到这点了，赢了，你就爽了，不然你会怕这么人太多，你又怕，好像现在像 KL 的咖啡酱啊，满满的，会怕，想要喝酒看一下太多人，有的人走了，真的我会这样啦，太多我会怕，因为就像我们马来西亚讲啊，太多种肉了。那个肉多到我们自己都不乐，他的肉是劲到怎样啊？今天跟你讲，这样明天要跟你冰成一样。对，他不讲没有，其实不应该这样。不像大国啊，大国他们讲一就一，讲二就二，他这样你不可以讲哦。我们所谓的大国啊，现在差不多西归迷恋了啦。啊，不是那个大国，哦，我们的大国现在是我们的祖国了，啊，隔壁国家了。OK， 那来。还是蚝油哥跑去拿香烟了，果然是知心人啊，那这样了解啊 ，OK， 还是要照顾好自己。萝莉瓶是真的啦，啊，蚝油的肚皮也很大的。我们其实吃宵夜基本上呢，很少去看，只是最近啊，没有去保养身材啦。我们给你们看最真的一面，我们不会躲躲避避的。啊，消毒电话，哦，电话都拿来消毒是吗 ？OK。电话都来消毒啊，有这样做，但是比较不习惯，比较没有几个人会这样做啦。因为讲有我有做啊，昨晚上我就在做嘛。昨晚上我家里有一只那个叫什么，抹桌子的，药水啊啊，我有拿来这样做，有拿来这样做。我刚刚进来，你们聊什么？我们聊啊，聊有的聊没有的了，就聊人生，聊当下的心情。啊，聊聊那种感觉，啊，就让心情舒服一点。明天做工还是正能量满满的，啊，因为问题是一直有的啦，啊，就是要解决而已。来，乌龙来勤劳洗手啊，戴上口罩，距离一米，乌龙去看民工，大家本在，啊，大家本在呀了哇。OK，Christine Young，OK 来 ，How to meet you for coming Monday？OK，你星期一过来对吗？他是这意思吗？啊，星期一过来。OK， 好，星期一过来啊，过来 ，OK， 过来面交啦，有惊喜啦啊 ，OK， 我们面交现在在整理住，在增加这冷气 aircon， 然后就想把门面弄舒服一点。到时你们过来的时候是吗？你们可以慢慢去看产品也开始增加很多那种讲解的，我们自己拍的那个 YouTube， 自己拍的那个视频，教你们怎样用，给你们了解。我在台湾不要回来了，因为回来也是回新加坡，新加坡每天都确诊啊，这个是真的。我姐也是在新加坡，我也是很担心的。我也是跟她讲，能够回来呀、啊、就回来咯，在这边呢、啊，至少我们那些地比较大、啊，没这样危险。也有怕是跟很多那种同事一起住啊，真的很担心啊，一个钟就害了了 ，OK。来 Kellen 唱，今天早上下单那个 WC 叫厕所香香针，我本来下单五个，但是呢 transfer 两次到五十，所以直接买十二个，100块包邮，我已经没心就是力表。可以 Kellen 唱，来跟他 screenshot 一下，可以，就是说你进到两次钱，所以你干脆买100块，然后送多两盒是吗 ？OK， 还好的，感谢你的 support 啊。Stanley Tan 来 Malaysia， 福茂 Roti Canai， 冰来 Go Bengki。来举手了，笑，来 OK 啊，要回新加坡的就尽快过来，费用要支付。是吗？连新加坡的费用都要自己付了啊？之前是包完的哦，新加坡是包完的哦。不懂啊，是不是讲马来西亚人现在经济要给钱吗、啊？现在改漏了啦，应该可能顶不顺哦，这种费用太多了咯，也是要看两个国家怎样来协调啦，啊，看两个国家啦，人数多了就没有惊喜了，啊，人数多了就没有惊喜了。江江干什么意思？你是说最近看到我们东西没有什么惊喜是吗？
不要这样子啊、哦，东西是这样的嘛，过程当中一定会 slow 下来，然后解决一点东西，然后再重新出发再 pump。我不能一直子弹这样子冲出去的吧，我一定要收回来的先，收回来，坤公干，你等我一下，我怕我再开出去的时候你受不了。你明白吗？啊、哦，爱耳顾啊，最重要是爱耳顾。啊，要动顾啊、哦、啊，冇不勒拉嘛，打不勒拉嘛，一下子要来做么，对吗？如果要做一下子啦，我们 MCO 啊，一天开六场，一个月都做很多生意了啦，不敢，因为就是要顾好这个名誉，顾好这个根，所以真的很多人讲，哎呦，你够傻，生意的东西哪知道，哪里知道几时不好哦，几时还有这个机会哦，不敢哦，真的不敢，啊，不敢，真的不敢，我们不引起干涉，良心呐、啊，因为如果我直接乱借啊，你们都很清楚嘛，如果是老顾客都知道的嘛 ，MCO 的那个包裹件，地哪里送得急，有些一个月后才收到啊，如果我还硬硬开五六波啊，哦，我看我已经上老千水水站了，对吧？一家我们上啊、哦。昂了，我能昂了一准，那个昂不是，我是出名的昂啊，是臭名的昂那种啊。OK， 三月二十，我是 BR 要自己付吗？萝莉饼这个我就不知道喽。OK， 来命令啦，三月二十七号出国就是政府给的，是吗？哦，原来三月二十七，现在 Hello， 现在七月了，你讲的是几时？之前是吗？哦，之前是。OK， 来 Alex 干来补酒啊！我喝滚水罢了哦，要酒你咩？不要啦。喝喜茶罢了。啊，你喝老虎才可以酒你了吗？对啊，我们不是姐姐嘞。啊，哈哈喝老虎要叫姐姐来啊。OK， 因为我们是配角来了，如果喝酒的话，他才是主角。好、okay? 我们是喝喜茶，喝 ice cream 的。来，光头哥搞笑，开心就好了。你如何看我们的疫情？一句话讲完，你问我，我只能够讲。天意难违，第二波来是定了，从来要开那一刻是肯定定了，没得跑。是说到什么很严重的地步？其实如果你问我啦，因为我们国家很特殊，有很多种种族，所以他们要去体谅每一个种族他们的皮包。我这样说啊，大家我不懂大家能不能接受啦？好，我光头哥我讲一句话，因为。不是每个人有能力啊，跟你买口罩这样子每天来戴的啦，不是每个人能够的，因为可能他们，你要知道哦，很多马来人做工钱千二千四罢了的哦，怎样哦，一天你就要戴多少个哦，所以可能他们有顾虑到这个情况，所以呢变成说啊，导致成这个事情会爆发，会严重掉，所以我只能够讲 SOP 跟到准跟到完，他罚款不罚款，你对我来讲，我觉得到啊，那个是其次，命一条，不懂几时，对不对啊？就没有了，危险。我孩子昨天咳嗽，我是睡不好，我昨天我孩子只是咳嗽有痰罢了啊，我睡不好了，当然去看医生，十点多十一点没有开，全部没有开啊，怕，剩下一间在一个风大路边。那间又是他小小的时候啊去看过的，发烧不会退，也是一样，塞屁股，塞了屁股他有阴影了，塞药啊，怕了，我讲不要，爸爸这间我不要，这不要不要，这样我就想讲一下，哎呀，他又验不到什么，只是一个心安罢了，这样我想讲一下，他就会回家了，给他吃中药了。哇，老板都乖哦，也怕了哦，之前那里有、哦。啊，老板都怕了，现在多少点？之前那里有降噪啊。现在准十二点把门关起来，前面几天也看到我们做直播嘛，老板都收了喽。哦，老板也收了，乖乖了，看到吗？啊，这个头天门关了，头天天了。我这头天才开个几点嘛、啊，三点嘛。是啦。好冷啊！来，这样我就不要回来了。重病的人多了就没有惊喜了，只有惊吓。哎，刚刚看是啊。你是没有人，还是你怕中暑漏干？哎，做主我高兴啊！小鱼小小的啊，小一千块八关去啊，看到吗？好，够了啦。OK，
你们的高压喷直播是不是洗掉了？黄丽水，人罢了啊！我跟你讲啊，买人。黄丽水，我们的直播有洗掉，因为呢，我们产品啦、啊、太多人哈、哦，跟我们呢抄到一模一样的来，所以呢，我们为了不要让他们看到我们产品的那个精髓在哪里啊，所以我们做完了过后我们就洗掉了的。所以他们要写东西，他们可能就要看我们的 live 上来给写咯，那么就是他的咯。 OK 啊，如果是黄丽水你要再看，是因为你下单了你不明白不用紧，因为光头哥哦陆陆续续会开这个 Water Jack 的啊，会改的，会改的，还会再开的，所以你可以开这个 follow， 然后呢我有在做你就可以再开，我光头哥会再上多一场的，好呈现给大家一下，好给你们清楚分别一下啦。啊，很多人开始 blur 了，明白吗？讲什么？因为太多人跟他一模一样，没有带头脑做生意啊，跟就对了咯。差不多，我们也是要关了。我们要关了，一个小时了。SOP 啊 ，SOP 了啊，来，光头哥。我们没有钱啊，怕等一下中1000块的八卦。对对对，1000块啊！我是在看有没有警察车。是哦，一来全部中完了、哦。一来中完。是来来，听说你钓鱼很厉害的嘛？不敢讲，无尾龙。我钓一次鱼罢了，我第一次给人家、啊、一直写阿弥陀佛上来，所以我怕钓了。因为我老婆又是吃素的，所以呢我是尽量不要去钓鱼了，因为我也是明白它也是有一个灵在里面的、啊、鱼也是有灵嘛，所以尽量不要钓它了、啊、至少吃3斤肉咯。我有回来有勾里勾里一种，我就 很奇怪了，怎么这样多阿弥陀佛了、啊、我就自己去反省一下，因为我好像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这样，我想想一下不要了啦，尽量不要了。虽然我很喜欢钓鱼啊，因为我觉得那一个地方才是我真正放松的地方啊，对海啊，因为我这每天在城市烦东西想东西，对电话给辐射覆盖了整个头脑了。OK， 回来晚安。OK， 我们今天也比较累啊，好、哦，收、so, 啊、哦，十二点了，我们怕警察来，拜拜。OK， 有该有一辆经过了啊，命令，晚安啊 ，Pauline Show 来。拜拜拜拜 ，Miki， 梅艳拜拜，来 Jennifer 拜拜 ，OK， 好，我们接下来这一个我们会介绍比较多关于到我们家庭用到的吃的食物啊、哦，那种包装的东西，吃的东西啊、哦，给你们提供一些必须要的东西，必须要的 ，OK， 好，那我的好友哥在看住，麻大来料，麻大里阿郎料，玻璃蛋糕阿郎料 ，OK， 所以呢，接下来多一点进来一下好吗？啊、哦。多一点进来一下，跟我们聊聊一下，不一定要聊天的时候聊的，在直播的时候聊也 OK 的，好 ，OK 啊，拜拜啊，刚刚吃饱了 ，David 来，拜拜，拜拜，拜拜，么么哒，嗯 ，OK。